穿越，回到昨晚，情人节快乐，谢谢巧克力。哎呦，确实有点邋遢。一直拖着起不来，我先把这个瘦脸关了，省了一会儿。Hello， 对啊，我近视，晚上循环了，对，循环。晚上好。做完一模一样，回播是的。嗨 ，Hello， 昨晚的冰墩墩还在不在？当然不在了，不然我得给扎死了睡觉。人家那个是个别针。请问这是录播吗？是的，这是一个可以回复。哎呦，我都不敢往后靠。谢谢天王宝贝送我的桃花风铃，谢谢。我们天王圣节快乐，一天开心。谢谢天王的桃花风铃。谢谢新人过送我的爱心气球。祝我们新人宝贝圣节快乐，一天开心。圣节快乐。谢谢莎士比亚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莎士比亚圣诞节快乐，一天开心，圣诞节快乐。什么？谢谢萌木木宝贝，好久不见，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木木圣诞节快乐，一天开心。你们说我要不要化个妆呢？虽然说化了没什么用，一会儿还得卸掉。谢谢姚顺皇冠大家带上啊，祝苗生健康万事一天开心，福临门六大神七个人八仙过海。谢谢姚顺的皇冠。好，是你们说不用的啊，不是我不想画。谢谢 Rick 宝贝送我的桃花风铃，祝我们 Rick 宝贝身体健康万事一天开心。谢谢姚顺的皇冠，情人节快乐。好，姚顺情人节快乐。痘怎么越来越明显？没有，就是一个痘印，它有时候磨皮磨得掉它就磨掉了，磨不掉它就很明显。谢谢 PISALLER 用屁屁宝贝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屁屁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这个头发不适合拍抖音。谢谢我们盆儿宝贝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我们盆儿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其实好像也还好。主要是我不想戴隐形眼镜。微博，好的，谢谢金麦，还有位回放，金麦老宝贝送我的桃花风铃。祝麦老师你健康，一天开心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。谢谢 CCCYI 送我的桃花风铃，祝我们 CE 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谢谢本草宝贝送我的皇冠，戴上了。让我们本草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，福临门六大神金刚扎八仙过海。谢谢本草宝贝的皇冠，情人节快乐。眼镜盼永久，好吗？眼镜很显眼睛小了。谢谢严恒松的爱心气球，祝我们严恒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看，
像眼睛小了。我很想给你们看，哎呀，我前两天买的一个眼镜，你们先别送礼物，现在送我看不到，我要出去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呀，这里太黑了，有点看不清楚。是一个黄色镜片，给你们看。是不是很可爱？这个眼镜。但是我就看不见你们了，因为我散光太厉害了。合照见过没有啊？我新买的，谢谢伊尔宝贝送我的桃花风铃，确实是，这还蛮小。祝伊尔宝贝身健康，一天开心。等一下，戴一下眼镜，我看不见你们的字。等会儿，先别送我礼物好吗？谢谢三个黑宝贝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三个黑宝贝身健康，一天开心。这你们都记得？我滴个眼药水，等会儿，等我一会儿。眼睛太干了，玻璃酸钠吗？好像是的。同款眼药水是吧？这个还挺好用的。谢谢过客宝贝送我的桃花风铃，祝我们过客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给你们桃花风铃。我今天出过门吗？你看我这样像出过门吗？和昨晚一模一样。谢谢七月宝贝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我们七月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为什么只露半张脸？因为现在太邋遢了。哎，谢谢抱抱宝贝，谢谢抱抱我好吗？谢谢抱抱宝贝的皇冠，戴上了。拥抱宝贝，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五福临门，六大人金刚，八仙过海。妈，我现在拉他，我自己有点看不下去。谢谢土豆不是圈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我们土豆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今天洗头了吗？没有。太邋遢，我有点看不下去自己，但我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没有这么丑啊，怎么到直播里面这么丑？为什么？我觉得镜子里自己很漂亮呀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莫名其妙。谢谢林玉送我的夜蝶波波，谢谢林玉宝贝的夜蝶。明天就要开学了，加油！开学加油！兔兔和料酒在哪？在家里呀。谢谢三一宝贝送的桃花风铃，祝我们三一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然化个妆，一会儿再给它卸了好了。直播化妆加卸妆。谢谢酸梅美食送我的桃花风铃，祝我们酸梅美食身体健康，人一天开心。谢谢我们美食宝贝的桃花风铃。好，带个什么美瞳呢？
出来戴个，我平时不敢戴的。等会儿太暗了，我有点看不清楚。等会儿。要不要画呢？好纠结。哎呦，这个光太真实了。好纠结，开个班，想学啥呢？宝贝送的皇冠戴上了，祝我们亲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，福临门六大神金刚绕八仙过海，情人节快乐哦！谢谢你的皇冠。画吧，不画。谢谢每天都开心，送我的一滴不哭，谢谢开心宝贝。直播化妆不划算。哎呀，我戴个隐形眼镜吧，我戴着眼镜，我实在是看自己看的有点太邋遢。但是我那个隐形眼镜呢，有一个很哦，在这儿，戴这个，这个。有一个隐形眼镜特别不好戴，戴时间长了眼睛很干，就戴这个，不然正好戴一会儿就摘了。隐形眼镜教程，这有什么好教的？在哪？这也能夸？这有什么厉害的？果然就没有这么邋遢了。谢谢抱抱宝贝送的爱心气球。祝我们抱抱宝贝身体健康，每天开心。谢谢抱抱，抱抱我好吗？对，开心气球。还是觉得很邋遢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？谢谢万亩桃园送我的弟弟，波波。谢谢桃园宝贝的野迪。口红和以前一样，眼睛和以前一样，没有变化。谢谢小白菜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我们小白菜身体健康，每天开心。妈妈不连了，很好看，谢谢你，谢无时无刻不想你，宝贝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无时无刻宝贝身心康乐，是一天开心。正好这种隐形眼镜就适合直播戴一会儿，一会儿就摘了那种。不然他带走了真的很难受。我敢不敢连麦？我不敢。谢谢菜菜宝爱喝奶茶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我们菜菜宝身体健康，人一天开心。
想看 wave， 你觉得合理吗？在我这个直播间，我大素颜在这给你 wave， 你不吓跑了？谢谢性感乌鸦，谢谢我们乌鸦宝贝送的桃花风铃，祝我们乌鸦宝贝身体健康，万事一天开心。谢谢乌鸦宝贝的桃花风铃。为什么在直播里看起来这么邋遢呢？我想不通啊，我想不明白，是又到底为什么呢？可是我在镜子里看自己真的很漂亮。谢谢初二是只猫来着，谢谢我们初二宝贝的爱心气球，祝我们初二宝贝身体健康，身体开心。你们看看我买的三 D 眼镜，现在再戴上我就可以看得清。不行，我今天太邋遢了，我感觉我戴什么都不好看。哟，它可以反出我桌子上所有东西，是不是很乱？乱得很。明天收吧，明天一定收。我明天不收拾，我就是猪。我明天一定收。我这要去。谢谢爱心气球，谢谢陈长城队送的爱心气球，祝我们陈长城队身体健康，每天开心。我现在很可爱吗？哎，谁睡衣趴真的穿这种睡衣去啊？哎呦，吓死我！谁真的穿这种睡衣去啊？人家睡衣趴不都穿那种性感睡衣？谢阿寒不吃鱼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阿寒宝贝身体健康，人天开心。比如那一回不是和酸然跳那个圈套那种睡衣，真实他真实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没看过电视吗？包浆睡衣，确实他给我洗的已经有点，不过他还好，他一点没起球，就还好。穿家居普通衣，真的假的？穿多久了？我不记得了，反正挺久了吧。我略有误解，是吗？那可能是我误解了。有没有可爱的睡衣？什么算可爱？谢谢三爷宝贝送的皇冠，大家戴上，祝三爷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五福临门，六大顺，七个老百姓过海。我拜年，我用的也是这一套词儿，很好用，家人们。当时我哥在旁边一整个大裂开，家人们，一整个大裂开。我拿着杯子出口成章，像个傻瓜，压不上了，不好意思。他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的新年快乐，然后我说啊祝妈妈，结果我跟他说完，然后哥。我哥内心出口成脏，有道理。
我跟我哥长得像吗？然后我哥的发际线长得很像，都很圆。我哥结婚了吗？还没。录土味情话的时候会想笑吗？哪个？妈，你们这也太快了吧！在哪里可以看？哦，哎，为什么忽然就没声音了？哦，不小心点赞了。你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什么日子啊？情人节呀、啊。哦，想想你该说些什么。在今天就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给你科普一下美国的这个草莓树莓们，其实三人长的宝贝，人间快乐。谁发的弹幕离谱？有南哥在这儿。汤面、炒面、方便面，你在我的心里面。你怎么了？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情人节。那我们就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好吧，知道了。看完了。我懂了。哪有啊？信仰也难磕吗？怎么就全了？哎，为什么突然没有声音了？他。怎么了？哦、是不是我连到外面了？
connected. Yeah. 谢谢一名宝贝送的桃花风铃，祝一名宝贝身体健康，人一天开心。谢谢一名宝贝的桃花风铃。谢谢抱抱我好吗？谢谢抱抱宝贝的戴安娜女士，豆豆女士，祝抱抱宝贝身体健康，人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大顺，七高照，八仙过海。老占我便宜是吧？最有规矩，十全十美元，千万万万，虎虎生威。情人节快乐！我脸好红，热的吧？应该是热的。我是热的。看阿星的 vlog 怎么了？我看我这登录啊，幸好我这个没有登录号账号，不然太尴尬了。炫了八屏，又炫了。以后去投稿的时候，你们去投那些稿的时候，能不能截一点我好看的照片，截的丑图你们去投稿。我是会搜自己的，拜托。什么费权 FQFQO 费权，这我都会搜的，你们到时候要谨言慎行。巡逻，我随时都在巡逻。在看什么？在看你们发的东西。一起看，不给你们看。告诉你们，在看自己呢。
我哪有脸红？我哪有脸红啊？脏我是吧？我的脸蛋现在很干净。你们越说我脸会越红，所以就不要再讲了。对啊，只是热的，因为我开了空调，这个银线已经开始干了，谁懂。送你的爱心气球，祝恒温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谢恒温宝贝的爱心气球。杯子里装的假酒，虽然说里面是透明的，但是其实就是白酒，小糊涂仙，知道吧？想涂也行了，没有，我没有这个库存啊。俄罗斯90多度烈酒，为什么不直接喝酒精啊？谢谢抱抱我好吗？送了桃花风铃，祝抱抱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两天我终于研究出为什么我每次一直播我就困的原因了，家人们。我研究出来了，因为是这样子，我最近发现我只要灯光一暗我就很困，包括我不是出门如果打车然后外面是暗的话我就很困，但是我喝的是茅台吗？喝的是小糊涂仙，开亮点，开亮点就不好看、啊，我就喜欢暗暗的直播。谢谢多次绝飞前送的爱心气球，祝多次绝飞前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谢谢你的爱心气球，不好挑啊。催眠还好吧，我脸在抖动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为什么我把瘦脸关掉了？谢谢星星来敲门，谢我们星星宝贝送我的桃花风铃，祝我们星星宝贝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为什么抖动啊？要开那个兽鼻了，谁要开兽鼻呀、啊？为什么它会自动开兽鼻呀、啊？醉了，我把这兽鼻开到最大，这样好看吗？戴完自己看，这样好看吗？醉了，
真的坠了，坠了。嘴有美颜，有吗？嘴咋？他不会还小嘴吧？瘦嘴。真的假的？嘴也变成小嘴，真有个小嘴，我真服了。这下应该没办法。那我每次打开这个流程也太复杂了，瘦脸关掉，瘦小鼻关掉，瘦鼻关掉，小嘴还得关掉。头发也有，头发是什么东西啊？头发没有，谁要美颜头发？哎，让头发怎么样？看多一点吗？如果有这个功能，建议赶紧出，因为确实是很需要。眉毛也有，不可能吧？发际线有眉眼，那我们这个好像没有，哎，没有。缩人中，他可不能给我缩了。没有没有没有锁人中，不好意思，一会儿我鼻子下面会很红，因为我的鼻子很痒，然后捏了一下，一会儿会红。有牙白，白牙人家叫。谁要缩门牙？下巴缩小，为什么要缩小下巴呢？为什么？这有区别吗？啊，没有区别。脸歪了，我已经关了，你说我脸歪了。搜颧骨，它怎么这么多功能啊？它没有搜颧骨。我想把这个锐化拿开，那多锐啊，没什么区别。把所有美颜都开到最大试试。哎呀，麻烦死了。好齐全，确实。谢谢抱抱我好吗？谢谢抱抱宝宝送我的夜蝶。不哭，谢谢。你是不是谁的小号啊？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？
看一下试试。我不。嗯，不是哦，你是新来的呀。谢谢花花。哎，我的脸真的比我脖子白，可是我也没给他少护肤啊，脸上有的脖子都有。美白关了，那也不可能只关脸，只关脖子啊。可以，连一下林淑琴，咱们就是。你好，飞行员。你要来相亲吗？情人节快乐。情人节快乐。你要相亲吗？你给我相一个吧。好，那个你首先你的那个性取向是挂了我。我是醉了。你不说性取向我怎么帮你相亲？挂了。你的那个另外一半的那个条件是，比如说是有房有车。条件是必须有两个眼睛。必须有两个眼睛。嗯。还有吗？然后最好头发多一点。哦，头发多一点。然后最好有两套房。啊，两套房。最好会开赛车。开赛车就是要开车很好，就让我坐车不晕车的那种。还有吗？我这边两套房我分你们一套，我一套你们一套。我这边人脉资源是非常广的，你想怎么样全给你找到。真的。嗯，要会开赛车。赛车。喜欢幽默一点的吗？嗯，喜欢幽默一点，浪漫一点。喜欢比你高一点的吗？这倒无所谓，可以。这倒无所谓，我这边有一个很适合你的。谁？他是比较还挺火的。还挺火的。对，我这边有他的那个联系方式。嗯，还蛮火的。那个沈腾。满足你所有要求。喜欢吗？你怎么可以一下猜到我喜欢的呀？啊，不，我，哎呀，我跟你谁和谁呀？你眼睛一眨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不行，这个已婚了，姐。啊？已婚了。哦，已婚，那不行，那打妹。那下次再给你介绍个好的吧，姐。再下次给你介绍个好的。这次不行了。这次不行了呀，沈腾已婚了呀，没有能配得上你的了。那你再帮我物色物色吧。好，我本人是从第二那个两套房那边就开始已经淘汰了。那没有两套房也可以。那。喜欢开车好的。嗯，长得瘦的。哦，那我下次打滴滴的时候帮你问。头发多的。我下次打滴滴的时候帮你光顾一下，帮你物色一下，帮你留意一下滴滴司机。好的。有没有能够配得上你的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就这样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没事了。你没化妆。我没化妆。哦，好嫩啊。嗯，再见。他们说让我和林多嘉相亲。林多嘉，
他不喜欢你这一个类型的。我也觉得，我也不喜欢他这个类型。算了，下次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彼此太多，就不必再多说。挂了。那，拜拜。拜。再见。我是什么类型？我是一个头发少的、长得不瘦的女的。佳慧是谁？人家的新女友咱们可不能抢。哎，可不是我说的，是我粉丝抢的。哎，也不一定是我粉丝，和我粉丝无关啊。啊、哦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他的好朋友我不能抢。对对对。我们另寻出路。冉冉找我。让他等我一下行吗？因为我想去接个手号课。看吧，骗我的，无语了，好吧，去接个水。
宝宝，谢谢宝宝我好妈送的爱心气球，祝你身体健康，每天开心，情人节快乐。哎，镜子怎么反光？没有，因为我那个接水接的比较慢。我刚走，你打牌就赢了，是我的问题吗？没吃晚饭饿了吗？吃了，我睡前吃了。哦，你们在这儿打牌呀？那我也出来，王炸，王炸，王炸，大小王。啥时候更新抖音？其实呢，我是有一点库存的，但是那些库存我不是很满意，我就没有发。谢谢抱抱抱好吗？谢谢抱抱抱杯子、皇冠戴戴上了。好，抱抱抱抱。祝你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，五福六六，大顺清，高照八仙过海，情人节快乐！谢谢宝宝的皇冠。又要睡吗？我刚睡醒，不想睡。其实我没睡醒，我睡了一会儿，逼自己起来，我怕晚上睡不着。被窝探险家，嗯，我也是，谢谢我们探险家宝贝送我桃花风铃，他们探险家身体健康，每天开心。吃了没？吃了，睡前吃。有脱口秀吗？干什么？应该不睡觉，晚上再睡得着。对啊，但是我刚才太困了一下子，然后我就想说睡，先眯一会儿，说眯了一会儿，不然我怕我直播困死了。报名脱口秀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口才，家人。没有这个口才，要写稿的。我看人家脱口秀都要自己写稿。谢谢米奇宝贝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米奇宝贝身体健康，人一天开心。谢谢米奇宝贝的爱心气球。主要是我有很多很多故事啊，我比如说我是今天发生的，那我可能今天直播的时候可以跟你们讲。但你要我突然一时间想一个段子出来，我真想不出来。鼻子好可爱，他不要脏我好吧。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总在我的弹幕里面给我散布一些不实消息。
趣的事情。最近有是有的，但是一时间想不起来啊。其实呢，那天我们在台下讨论那个有呆萌让他去讨论那个 MC 话题，我说这些 MC 话题呢，其实我都可以想到很多很有趣的说法，但是为什么我在台上我就每次都说的这么无聊呢？因为我能想的我能说的实在是不能播呀。咱们谢谢谢谢抱抱我好吗？怎么了？谢谢抱抱宝宝送我的爱心气球，祝我们抱抱身体健康，我是一天开心。那你当我没说行吗？我的秘密太多了，其实也不是说，怎么说呢，我总觉得吧，我说这些呢不太合适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们分享，这可能就是包袱太重。有秘密了，确实。没有，关于我自己的，和别人没关系啊，是关于我自己的事情。嗯，谢谢宝宝爱心气球，这个又是给谁的？谢谢宝宝，
送给咪咪。好，谢谢你的爱心气球，祝爸爸身体健康，是一天开心。送给你的。关于什么？关于小熊的事，也关于你，关于我。别是不好的秘密就行。哎呀，就是那些我知道，绝对是你们想看、想听的。他也不能说是秘密，只是说是一种幽默，懂吗？就是我们私下开玩笑的那种。就是你们肯定是想听的，但是我就不想说。这种事情确实没有必要告诉我，好吗？什么弹幕太快了，我散光根本看不清楚，打字太少我看不清。不说，哎，好，就不说。谢谢抱抱宝宝，祝抱抱宝宝身体健康，每天开心。也抱抱宝宝来听气球。就是呢，我透露一点吧。就是比如说，因为我的记性很短暂，我只能记得我昨天我们的 MC 话题是有什么白高兴一场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我就在台下，我开玩笑嘛，就不要认真啊，我就开玩笑的。然后我就说，就是有一天，就假的，我编的，我胡编乱造的，我只是就是开个玩笑啊，胡编乱造的不是真的。就是有一天呢，我在剧场听到别人大喊某某，然后我以为是某某，结果一转身发现是某某，就是这种类似于这种。某某我是打码了，因为我不想讲太清楚，就只是一些个胡编乱造，就类似于这种就是类似于这种玩笑。我讲都讲了，你就不要不知足，比我不讲好吧。谢谢抱抱宝宝送的爱心气球，祝抱抱宝宝身体健康，人一天开心。谢谢经理送我的桃花风铃，祝经理身体健康，人一天开心。送给废话，下次不许再说了。好，那我下次不说了。能再听一年吗？没啥了，我暂时有点想不到了，我记性没有这么远。
没了呀，透露啥呀？没了。要是有，再跟你们分享行吗？我胡编乱造的，知道吗？不是真的，胡编乱造的。什么？我看不清楚。留了好大的想象空间，确实，你们想谁都行。我反正无所谓。谢谢草莓蛋糕。对对对，自助餐你们自便，开放式的。我就在看自己照片，刚才，哎呀，偏要说我脸红，我看自己脸红，我也是想不到我为什么，因为自己太好看吗？这样吧，我给你们试验一次，我拿一个镜子在这看自己，我给你们试验一次。你们试验一次，你们就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真的觉得镜子里自己要比镜头里好看。我眼睛好重，红了吗？是吧？就是因为我刚才看很久，为什么镜子总是比手机拍好看？我也觉得很好奇。我不会自恋吧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没有啊，这个就是个小玩具，这个镜子就是个小玩具，很可爱吧？这是我外公给我路边买的，随便买了一个玩具给我随便玩的，但是用它化妆还挺方便的。谢谢花花，困了早点休息，一会儿就去洗漱睡觉了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，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很冷，但睡醒之后我就会很热，虽然我把空调都定时了，但还是很热。我们家蚊帐是不是也冻了，是吗？这首吗？那首叫嗨嗨嗨。谢谢给我200块钱，谢谢200块宝贝的皇冠，祝我们200块宝贝身体健康，是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大顺，金高照，8000块海。谢谢200块宝贝的皇冠，谢谢。最近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歌？最近我很少听歌了，也没有，就是我没有更新我的歌单，听的还是以前的那几首。看 VR 镜头 ，No， 太死亡了那个镜头。昨天 MC 我看过了，
说唱吗？很少。下班会去看 ZMC 吗？会的。包袱好重，确实。但是我只是，就是偶尔会看一下。如果太尴尬了，我自己都看不下去，我自己都没有这个勇气打开。哎，对了。你们还没有回答我什么叫真实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会看弹幕吗？会啊。啊，懂了，悟了，哪里来的语言啊？好突然，谢谢拉拉姐的用爱发电，谢谢，好久不见，哎，好像没有很久，为什么这么突然？谢拉拉姐用爱发电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今天我不叫你拉拉姐，我叫你 Tinless， 叫我们 Tinless 宝贝的用爱发电。谢谢，我们听了升级了，看完是一天开心，福利们六大神金高达8000块，就可以实现成美元赚了6000。虎虎生威，情人节快乐！发电美元米，谢谢我们听了小贝的呀，发电。With a kiss on my cheek, always letting me know I'm the birds and the bees, I'm the apple in your eye. 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I'm the one you need. 情人节快乐。昨天一开始把自己猜成谁了？我不知道是一个人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以为就是什么群魔乱舞，类似于这种意思。完全认不出来好吗？哎，而且谁 MC 这么讲？没有，我和阿星想到的是，他不是做了个这个动作吗？我们以为是剧场女神啊，我以为是剧场女神，他以为是什么？忘记了。看起来应该没什么关系。我真的有这么俏皮吗？他模仿的好俏皮的。
个还好吧？哎，你们后的笑点完全就……跟我笑点有点不一致啊，你们。坐久了腰疼了，谢谢。什么叫未分化？我觉得我们表演的非常通俗易懂吧，对啊，我也急死了，思佳真是想不到，他俩不会穿你，应该没有这个技能吧，不知道，对啊，他现场编了段舞，最搞笑的是就是后面的人还在后边学，还很认真在那儿学他的舞。阿拉斯加真是没想到，阿拉斯加。宝贝送的用爱发电，谢谢。祝三爷宝贝身体健康，人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大顺心，高照八仙过海，智慧实现，十美元千万牛气冲天。啊，虎虎生威，情人节快乐！谢谢三爷宝贝的用爱发电，情人节快乐。榜上全是猫，哎，真的？怎么回事啊，你们？谢谢三月宝贝的用爱发电，抱抱猫猫，三月猫猫，还有了辣，Tinless 猫猫，对，我们这儿玉三猫。喜欢的猫的类型还完全不一样，啊，对了，最近我在那个抖音上看到有经常有评论，就是说开团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叫开团，谁能给我解释一下。确实，三只猫没有一只是我的。哦，那当我没问过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，打扰了，对不起。虽然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我先磕头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、啊。明天还播吗？明天看看我几点收完房间。明天收拾屋子。元宵节快乐，各位。我今天特地在开直播之前还重启了一下路由器，今天不卡吧？因为我每次在直播之前重启路由器就好了。
畅，很丝滑。今天吃汤圆，我正好有去年买的汤圆，还没吃掉，可以吃杏仁汤圆。速冻的，它不会过期的。速冻的，知不知道？真的，我已经忘记是什么味道，应该注意。不会过期，速冻不会过期，只要是放在速冻里的东西，永远不会过期。不会。提前祝你们元宵节快乐。根本没开过，怎么会过期呢？有保质期，我等一下去看一眼，好吧？过期了我就不吃了，好吗？往下播嘞。祝你们元宵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，早点休息，晚安，我要去洗漱，终于可以沾一些你了，去洗漱了，拜拜，大家早点休息哦。冲个鸡腿，你说这个我就不下了。谢谢宝宝宝贝送我的皇冠，戴戴上了，祝宝宝身体健康，顺利天开心，福利们都有大人情感上把钱开。谢谢宝宝宝贝的皇冠，情人节快乐，元宵节快乐。谢谢经理送我的桃花风铃，晚安，祝金宇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谢谢被子，拜拜。谢拜拜宝贝的桃花风铃，祝我们拜拜身体健康，一天开心。谢拜拜的桃花风铃，谢谢卡卡送的用爱发电，谢谢卡卡情人节快乐哟。谢谢卡卡宝贝的喜欢发电，祝我们卡卡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，福利们六大神情感绕八千过海。谢谢卡卡宝贝的用爱发电，谢谢杨座奇我宝贝的用爱发电，你看我不会忘记了吧？祝愿我座奇我宝贝情人节快乐，元宵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六大神情感绕八千过海，六个一十全十美，元气满满。五五生威，情人节快乐！谢谢杨座奇我的用爱发电，谢谢祝杨座奇我身体健康，二十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大神情感绕八千过海。最后归一十全十美，元气满满，牛气虎虎生威，情人节快乐！谢谢你们。不是三只猫鹿，谢谢你们的荧光花，情人节快乐！开心。谢我们江流儿宝贝送的皇冠，戴戴上了，祝我们江流儿身体健康，日一天开心，五福临门六大顺，情感绕八千过海。谢谢流儿宝贝的皇冠，情人节快乐，汤圆节快乐。谢谢流儿宝贝的
皇冠，晚安，记得吃圆子 OK， 你们也记得吃圆子，早点休息，今天就没有什么留熬夜吧。这边建议你们是早点休息。晚安，拜拜，早点休息哦。祝你们梦见我，晚安。